謝大家歡迎到我哋嗰個嘅記者招待會啦。咁其實我哋就想提翻，因為世界即係卡拉 OK 世界錦標賽咧，其實喺國際上面咧，其實叫做最大同埋最受尊重嘅一個賽事嚟嘅。咁喺芬蘭咧，其實係世界錦標賽一個發源地嚟嘅。咁已經運作咗11年啦，從2003年開始嘅。咁活動咧，這個活動咧，其實就係希望用住一個音樂啦，去帶上一個和諧啦，令到社會和諧，咁亦都去俾大家咧彼此去增加個友誼嘅。咁至於呢個比賽咧形式點樣咧？只要係年滿18歲嘅澳門居民啦，又或者係有居澳權嘅市民，咁啊包括咗係喺澳門工作嘅工作有即係有工作證嘅工作者啦，或者係澳門嘅學生，咁只要佢哋居住滿3年或者以上咧，其實就可以去參賽嘅。咁咧喺今次裏面咧，其實勝出者咧，其實可以直接咧就去到瑞典嘅參賽啦，就唔需要再有啲再去同打咗其他地方去做一個比賽，做到出賽先。咁同一時間咧，除咗就呢個叫做我哋叫獎品之外咧，其實就亦都仲有一啲嘅機會咧，可以俾佢喺呢個10月19日咧，去到呢個新加坡咧，其實就去做一個觀摩，同埋咧就係可以喺嗰個新加坡嘅總決賽裏邊咧做一個嘅。表演嘅，所以咧，我哋就希望咧，澳門嘅市民啦，咁就係藉住呢個機會咧，可以踏足舞台，喺呢個國際舞台之餘咧，亦都係可以咧攞多啲嘅世界經驗嘅。喺呢個世界嘅錦標賽裏邊咧，其實咧過往都有好多個唔同嘅國家咧，其實已經係勁出咗嘅，咁就唔單止係歐美嗰邊嘅，咁而係譬如好似係去年咧講緊係日本啦。跟住其實馬來西亞其實都贏過呢個國際錦標賽嘅，咁我可以好相信咧話俾你聽，其實澳門嘅市民其實好有機會。咁就至於咧嗰個嘅報名嘅詳情嘅資料啊，或者比賽規則咧，其實咧就可以通過喺我哋嗰個 Facebook 嘅專頁裏邊咧，其實我哋就已經擺曬喺上面啦。咁最新嘅消息啦，關於參賽啊，或者係到時嗰、那個初選啊。嘅資料啊，點樣去做入選嘅話咧，其實我哋都會喺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裏邊咧，就會提供翻嘅。